管堵塞的、心律不整的、二尖瓣脱水的，结束心室肥大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你现在全然的医治他们，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发病医治我们就得着医治，所有一切的那一个的疾病要离开我们的生命里面。谢谢你耶稣，愿在你的创造里面疾病不属于你，主啊，你是那最健康的源头。所以我们就宣告，主啊，不论在网络上面现场的弟兄姐妹，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是他们经历医治的时候，经历恩典的时候，让我们是带着领受回去。谢谢你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带着上帝的恩典平安地回到家中，我们要为着一些人可能在夜晚你无法安然入睡的，你可能需要靠一些的药物，你可能在一些的重度的一些的焦虑，可能每天睡觉就像在监狱的这样子一个情境当中无法安然入睡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好不好，就来到台前，今天把你的重担交给神，靠着上帝的恩典，你每天要睡得非常的香甜，睡得非常的安稳，每天早晨是重新得力的，好不好，我就来到台前，如果你在睡眠当中有一些这样子的状况的，好不好，就来祷告，今天带着恩典回去，带着祝福回去，相信上帝必要使你成为他所爱的，都要安然入睡。那我们就同声的为着台前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上帝祝福他们，要睡得非常的安稳，要睡得非常的香甜，如同一个孩子一样。那么我们就同声的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对，然后就再一次的向他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就求主。俯个头，主，为主我祈求你，愿神的大能临到，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向你献上赞美，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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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
信我们的主是能够的，能翻转我们一切各样的需要，改变我们各样的疾病。主能够。只要一个人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
许多的事情就被翻转。阿们。我记得早期我们在新店高中聚会的时候， Bill Wilson 牧师讲 One Man， 有一个人站在活人跟死人之间，就止息了那些的愤怒。弟兄姐妹，你是否那一个人？你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吗？让你的敬拜不是只有祷告说，主啊，求你使用我。今天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你我都愿意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为神抢救灵魂，让我们为着即将要来到的圣诞节，我们赢得灵魂，献上礼物，为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迎接他的降生。好吧，我们就为着我们接下来这五次的 party time 来祷告，感谢主。这个礼拜天有我们 party time 的启动的祷告会，我们求神祝福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多方的祷告邀请，我们在做这时候就是在灌溉、耕耘、撒种，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要看见许多人要得着那福音的好消息。好吧，我们就同声为着接下来的 party time 的启动，现在其实就已经启动，我们就在祷告中抢救那些的灵魂，为他们的名字来守望祷告，为着我们的团队的预备，所有的这些的规划，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就再次的向你来仰望。主啊，就求你的差遣，主歌和弦，主歌和弦循环着。主啊，把更多的人灵魂的灵给我们，我们是欢喜快乐的。主啊，因着这里有一个人回应你的呼召，有一个人把自己摆上。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我们享受上帝给我们那美好的环境，我们现在都开始努力的去邀请人，努力的在这当中，不管有没有做 party time， 我们到年底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区块都要办福音餐会，都要热情的把人带到上帝的当中。这是天国的宴席，这是天国丰盛的宴席。好吧，我们再次祷告，求神祝福我们有些同工要做道具的，要写剧本的，求神给他们创意，求神给他们构思，求神让他们在寻找人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我愿意配合，我愿意被神所使用。我们也继续祷告，1500个灵魂靠着上帝的恩典，今年不用等到12月底，早早的就插满，而且是满意的恩典。我们同声为着我们圣诞季的各样的聚会，我们的同工的需要，我们同声的来祷告。主啊，我们就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就求主你这一生，主啊，祝福在这期间充满你的恩典，充满你的作为。也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无论是 Hot Kids 的，无论是圣诞戏剧的，无论是在社区的福音会展，都要充满你荣耀的恩典。也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充满你的祝福。也是我们再一次的向你来仰望，求神你格外的保守，施恩在我们的当中。也是我们再一次的向你呼求，主啊，愿神你继续的施恩。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要再一次为着我们的小苹果的推动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当世人认为经济不景气，认为是一个荒年的时候，我们越发要去走出去，越发要借着小苹果摆到我们身旁的一些企业、家庭、店家、我们的朋友的当中。求神因着这样的缘故，让台湾不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让台湾是充满温暖有盼望的一个未来，好吧？我们再一次为着小苹果来祷告，以及我们基金会的募款餐会来祷告，求神祝福，让我们所赢得的这些资源都是要被上帝所运用。我们也要特别为一件事情祷告，牧师多次讲到为业门的孩子，我们也求神给我们开门，开那个福音的门，让我们有机会把这些资源可以透过一些合宜的管道送到业门的当中，让那些的孩子有机会。我们无法改变，但是上帝开了门，我们就可以与神一起同工，祝福在业门的当中。好吧，我们为这件事情，为基金会，我们同声的来祷告。主啊，我们就再一次的来向你仰望，祝我们相信你能够。